下的无人零售其实已经有好多了，例如天猫无人超市、天猫售酒机和天猫云货架都展示了阿里新零售对传统零售方式的颠覆。不过这些零售卖的都是小物件，现在天猫直接放大招，直接卖起汽车来。一座庞然大物无人零售落地于广州白云区，这是一幢近20米高、占地近1000平的无人贩卖机，现在已经正式开业。想要体验一把犹如买饮料、买汽车的话，只需要3步便能轻松提车。首先用手机预约，然后到店提车，最后开车走人。现在这座天猫汽车无人贩卖已经被福特汽车公司包下了1个月，并且推出3天试乘试驾体验，但需要芝麻700分或淘气值1000以上的超级会员才有资格。只要通过淘宝或天猫进行预约，支付一定的试驾费用和购车意向金，便试驾福特汽车旗下的新蒙迪欧 SUV 产品翼虎、锐界及撼路者，以及全尺寸 SUV 探险者、经典美式肌肉跑车福特 Mustang 等多款车型。在3天的试驾结束后，将汽车送回超级试驾现场归还即可。当然，如果最终达成交易，试驾费用也将返还给用户。这次天猫无人汽车贩卖机的正式落地，让新零售概念又扩张了一个领域，并且在将来，天猫汽车将在全国1线城市开。